现在没有订阅主播的，记得点一下订阅啊！兄弟们，没有订阅主播的，记得点一下订阅。不行，我不喝酒了，我是好男人，我不抽烟也不喝酒了，我没什么不良嗜好。哎，比赛开了，我听见声音了，哇，终于啊，兄弟们，这是欧服杯的最后一局，真的是最后一局了。这个图是一张 POP 图。这个图是一张 POP 图，木会不会在最后一局祭出自己的 POP 呢？已经今天已经用了很不常见的，在暗夜内战当中已经用了7盘的 DH 了。看一下，现在就看英雄了。我觉得 Foggy 用 POP 的，这个图就是 POP 的专属地图，懂吧？专属地图，POP，Foggy 的 POP，木还是 DH，哇，木还是 DH，那这个图 DH 真的很难打 POP，很难打，我跟你们说。一个是有泉水，女联手可以很好的利用泉水；再一个是开矿的话，泡沫这边开矿，DH 其实也不好抓。木没有不想赢啊，木打得很认真，好吧？木只是在试验这 DH，好吧？我觉得只是在练习吧，以赛代练，你们懂吗？也其实平时又很难有机会说让他练那么多盘 DH 的。我觉得他这就是以赛代练，什么宝？拿了宝，要不要去抓陪 DH 连结？哎，他为什么不走了呀？练完第一个，拿完第一个宝就可以走了呀。好了，木的 DH，哎呀，木这边练级没练好，他的 BR 上来没拍到这个中甲怪，练得很慢。啊。那比分是2-2，忘记改比分了。盘开了没啊？我都神志不清了。盘也开了。Foggy 的 DH，我很奇怪，自己 Foggy 的 POP 我自己练两级，木的 DH 不练两级，那这里木亏了呀。这里木好亏啊。但是哎，能杀一个 AC 就不亏了。AC 往下走。AC 想卡位吗？能不能卡得住？哎，卡住了！我靠，活了！这 AC，哇，感动，流下了感动的泪水。这 AC 流下了感动的泪水啊！这居然活了，你们敢信？好大哥，这辈子跟定你了，这都把我救了。有人说 Next，我希望韩国的 Chamico 拿，希望我拿冠军，还想不想在这个直播间混了？那波木没杀到 AC 是亏了呀。有人问豆子有什么用？豆子是可以种豆呀，没什么用啊，娱乐的作用啊，娱乐。这波 AC 隐身，哎，被照了一下，这 AC 卡，AC 应该死不了，白照了，这白照了，你这手没来，浪费了50块钱。是吧？豆可以改名，可以改名还能买虎粮，原来这样啊，我都不知道呢。我有几十万豆啊。这边这波骚扰没杀这个砍，打这个 DH 啊，跑个毛啊跑！跑个毛啊！打 rush 的话，就是要这个图，利用井水耗 DH 这边的啊，利用泉水来耗 DH 方的井水，只能这么打。前期不要啊，前期不要锁，
29万豆改名，这么贵啊。A player's forces are under attack. 什么魔法剑？你是说 POP 的那个火箭吗？可以闪避啊！哇，这一波连续抓到了，抓到了没用，你打不过。没想到，哎呦，这一波好难受啊！这个点，脸上的点被 POP 当面抢了。还能练啊，这个图等会有泉水练没血，哎，泉水里一补美滋滋。阿发熊猫阿发手啊，看看阿发的是熊猫，但是这里 Foggy 是有视野看得见木的动向的啊。来了来了来了，不敢练了，但是泡沫已经过来了，女猎手能不能截到 AC 的后排，能不能包到后排。Yes， 啊，完了，今天是不是没比赛了？那怎么可能？哎 ，Foggy 这里在干嘛 ？AC 已经站好位置了，女猎手这边完全射不过 AC 啊 ，AC 太多了，比赛还多得很啊，兄弟们，你们想的太多了，怎么可能 ？ESL 没了，今年就没有别的比赛了呢？这波 AC 有点靠外，哎，死了两个，哦，血亏，怎么跑到这个位置去了 ？ESL 完了，肯定还有的，不用担心，兄弟们，别慌啊，不要慌。AC 怎么跑到这来了？那这波好亏啊，得了两个 AC， 好了，又可以利用泉水了，又可以利用泉水去补给了。哦呦，这个图的泉水真的是女猎手的，女猎手专属啊。这女猎手正面占住了优势，跑了又快啊，劈超然后泉水就一补，哇，舒服，舒服舒服。泡沫现在三级，熊猫零经验，女猎手哎回来了，我又满血了，你气不气？哎，我又满血了，你气不气？好生气！这里熊猫完全练不了级啊，咋办嘞？怎么办？放了三个幻象，准备打一波了。TP 已买群补，发车，小精灵过来造 BP。哎呦，刚才那个隐身侦察的 AC 忘天亮的时间。帮你把他拉走了，这波看看木的部队阵型啊，最后一盘了啊，兄弟们，最后一盘了，这里 Foggy 造 VP 了，木这边怎么说？冲堵车吗？木这边有冲堵车吗？木在冲女猎手，哎，这边在倒 BP， 木这里要怎么办？那冲女猎手要出去打了，报给故技重施，好吧，和第一盘一样的打法，在108000里的位置倒个 BP， 等我爬过来。这个位置女猎手不好上啊，等我 AD 都说起来了都。现在报给木在利用射程优势白打女猎手。这里木的阵型非常非常的好，完美阵型，这里木的阵型很完美，木这盘一定要出弩车，等会得用弩车来解决对手的 BP。 哇，这里木连兵都不带死的，但是 BP 要好了， BP 好了，这里这波也就打得这么凶残，也就杀了两个女猎手， BP 好了，木开始出弩车了。这边造了一个 BP， 木也造了个 BP， 木在出弩车，方给的出弩车，但是弩车对喷的，弩车对射的话，木的弩车不是方给的弩车的对手啊，兄弟，人家有两级光环的，我感觉木不是木的弩车打不过方给的弩车，而且方给是两个 BR 在出弩车，木只有一个 BR 在出弩车，你的产能也不是对手啊。对吧，我感觉木这盘有点难打，等会大家的弩车都来了，包给很难打了，木很难打得过包给的。
好的，包给弩车一下来两个，木的弩车只有一个。那我是这里木的弩车完全射不过来，人家的两个变压造兵，一个两个变压造弩车，你一个变压造弩车，你怎么打得过啊，兄弟？莫要输了，兄弟们，这不可能射得过吧？这他妈就不可能射得过啊，兄弟！好了，红人口了，两个弩车了，木的啊，没红人口，还是不是？但是他木的弩车的数量就又停在两个了，不可能再多了。输了，我觉得木已经输了。这盘走了个流程，好吧，这个图走了个流程就被打爆了。哎，放给他泡沫，放给他弩车啊，问题不大，问题不大。其实现在放给的弩车掉一个都没关系，四个 BP 无敌的，弩车也是无敌的，怎么打？好了，直接推平。这盘的熊猫没发挥什么作用。哇，也太难了吧！看来木打这个打法也不好赢啊，这盘感觉这盘木感觉这盘木木就用我的打法输了一次，你们知道吗？这盘木就是用我的打法输了一次，没得了啊，没得了。也不是在乱搞吧？这打法这是战术问题，已经被吊打这盘，哎，这盘这个战术这么打是赢不了的，我已经输过很多次了。好了啊，恭喜一下包给拿到了本次欧服杯的冠军啊！本次欧服杯啊，Happy 啊，是山中无 Happy，包给称大王。包给这次比赛还是打得很不错的啊。